虎牙 HMA 总决赛将要开战，奖金十分诱人。张楚涵逐梦电竞 C 位出道，自从喜欢手游的玩家越来越多，关于手游的电竞赛事也逐步的踏入了正轨。现在很多的手游项目已经加入到了电竞的行列中，也有了更多的玩家。虎牙也是紧跟玩家们的需求，举办了 HMA 手游电竞大赛，最近也是结束了入围赛，终于到了见真章的决赛环节。虎牙这次举办的 HMA 赛事，把当前热门的几款游戏都集中起来，比如王者荣耀、和平精英、火影忍者等。只要玩家打开 HMA 赛事，一定能看到自己喜欢的手游比赛，可以一次性看到过瘾。当然除了竞技程度高、奖金诱人之外，虎牙还准备了一个菜单，邀请到了青睨二的秃子小姐姐张楚涵来到了 HMA 总决赛的最后一天出场，而且还会和其他的主播一起参与王者荣耀的娱乐赛。张楚涵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多次提到过自己是资深游戏迷，还说自己的王者已经达到了王者段位，这次和主播们去打娱乐赛应该还是非常有看点的。如果想要看张楚涵小姐姐的话，那就要关注19号当天的比赛了，只需要登录虎牙搜索 HMA 就可以找到了。当然16至17日的比赛日也都是亮点满满，喜欢手游的话一定不能错过。